嚟到南非，梗系要去翻转企鹅滩啦，探下当地特有嘅南非企鹅。呢一度有成超过3000只嘅企鹅，连咁得意嘅企鹅 B B 都见得到，可以咁近距离睇企鹅，系南非先至有噶。仲唔快啲拎起相机影翻幅相留念？中国气候四季分明，夏天去桂林都一样多姿多彩。桂林阳朔四天团带你观赏世界梯田之冠龙脊梯田风景区，穿梭两江四湖，感受瑰丽山河。连续两晚入住桂林准五星级国际酒店，每位只需699元起。想享受优质住宿体验，不如嚟马来西亚啦！马来西亚吉隆坡五天王牌豪华团带你参观占地60,000平方尺嘅深海水族馆，玩尽神奇冒险乐园以及非洲水上乐园嘅娱乐设施，全程入住精选酒店，包括马六甲五星级小木屋 resort 以及吉隆坡国际品牌 A 加酒店，每位只需3699元起。想趁夏天跳出香港，南非八天全包宴顶级豪华团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走入野生动物保护区，追踪非洲五大动物，再去埋鸵鸟园、企鹅滩观赏自然生态，品尝原只南非鲍鱼和龙虾海鲜餐，全程入住五星级豪华酒店，每位只需16,299元起。哥斯达游轮呈现维多利亚号 Costa Victoria 6-7日海上假期，畅游中国上海、韩国釜山济州、日本福冈鹿儿岛，一次过体验亚洲的历史文化和自然风光，每位只需5,899元起。想趁夏天去主题乐园尽情狂欢和品尝亚洲的特色美食，新加坡3日2夜自由行套票一定满足到大家了。连续两晚住宿包来回机票，每位只需1,899元起。若果要了解更多旅行团、机票、酒店、自由行详情和报名，可以打旅行团以及邮轮报名热线8200-2299，自由行热线39600-0333，又或者去到我们各大分行查询。